是那个阿头仔，还是那个阿头汉？哈、啊，对啊，你有看到你无？哈、啊，你的面吼，当然不啊，带你去什么沙龙啊？哈、啊，偷着还安尼磨，安尼弄，我唔知咧，规个面拢跳啊死咧哈！迄早你哪看到我倒退三步咧？阿母啊，根本就故意帮助我嘛。好啦，小弟，你今日我是要读书，咱讲了这嘛无效，阿母是要讲啥？我咧招你佚佗啊！你招我出佚佗啊？有，啊！你有甲阿娘讲无？甲我讲。阿娘是恁的时阵，你要出门啊，甲阿娘，你无一声，这是当然的代志啊。嘿，那甲伊讲，那差第一点啊，我叫阮倒来，到时阵就对我打。你就是安尼，无大无细，讲话也无准无错。阿娘，你若开始不是安尼咩？你才叫今天是那个阿娘好事，甲阿娘讲，阿娘。你好，啊！你再去吃饱未？啊！你若吃饱，我是要吃遐个做口羊三碗水。啊！一句话好好讲，啊！你唔啊，啊！讲安尼，讲安尼就答应了吗？对哦，咱来打赌。你讲啥物？嘿，伊若是哦，我真正讲安尼，好谢好谢，听你讲话吼。伊若好言好语，口气好，差不多回答吼。安尼我输你啦，中道等我请。啊！如果伊若对我真正无白面啊，我就是安尼，绝对不是你种人。对吧？是啊，那是大哥输掉，你要再去，但是你来分。废话啊，该做的你该干嘛，你要做你啊。对不？你要再去你也担心。啊，废话。坚决声音，安尼好不？啊，你我输就跟我来，你。啊，对啊，输就输掉啊，输袂出水啊。你输就跟我担心啦，你哪只要让我吃我狗狗？哎，我当时吃你狗狗，那事情就是安尼啊。阿娘说对哦，会答应你就是啊。啊，去猜啊！